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太阳。既然是兵工厂，我们怎么能不玩大副呢？要知道，暴风兵的变数更配哦。这个一台一台的兔耳朵，哎呦，前方大宝贝，风男如此可爱，我们怎么能抢他的电机呢？我看看，场上凭空出现了个镜子，看来是红夫人，没事直接放吧。这呢？怎么说呢？夫人听见球小哥连线，直接放弃追我了。可惜呀、啊，球兔太大方，等夫人拿刀，我和前方的电机都快修完了。修完电机，赶紧往球兔的方向跑。哦呦，静清找人，那我们直接摇表，拖一下时间，直接救人再扛一等，帮助队友转点，看一下队友在哪。王师，我来了。你咋在这儿呢？妈呀，这镜子在我脚底下升起，球兔小哥只能期待你自求多福了。看看魔术师那蓝蓝的大帽子，配合囚徒的特效，简直就是阿拉丁本灯。哎呀，夫人这镜像跟鬼一样，我躲不再躲。可算结束了，压好密码机了，可图图正在赶来，开还是不开？果然犹豫就会败北。没关系，我的队友他来了，看看这扛刀救人，配合这神仙压机，这就是玩人类的快乐呀。夫人一招回到太极，躲在另外一个门，魔术师在前方的旁边等待救人，牺牲我一个人，幸福千万家，又是快乐几天的一天呢。那宝宝们最喜欢在里奥的回忆玩什么角色呢？快点评论，赶快分享吧，想看完今天的哟。